那边有点深，是不是？哦，找你那个兄弟哦。哦，他那个油，他那个么子？烧伤了。他烧伤。出来了。出来了，昨天的。正好在车里洗衣服。这台机器它一个是做不平了，也修也修不好。这个机器还修啊？哎，不得修了，换了。哎，那些柴子。哎呀，这啥子就是干的。